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，在我那我也炊烟的故乡，有一个招烽火台的村庄，我曾和一个叫阿朱的姑娘彼此相依，一起看月亮，守着那桂花淡淡的香，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。阿朱姑娘，相思的风里弥漫你的香，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。阿朱姑娘，去往未穷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？哦，温柔的晚风啊，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，别让我是选的歌也是比较属于说故事的。那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喜欢用说故事的方式去应战所有的挑战。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希望可以送给曾经的他，然后也是为过去留恋吧。总是慢。
谢谢若凡的演唱，同时谢谢姿云。好，其实就这两个选手的那个当场的这个表现，我的感受，其实我更喜欢若凡的表演。谢谢老师。我真心的，因为虽然你真的很紧张，但是当你一开口，那个音乐一下来，你沉淀下来，你整个人在里面的那个状态，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因为当你自己在里面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被你吸进去。那我要讲说姿云嘛，对不对？姿云，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分心，是因为你这首歌《阿楚姑娘》感觉上是在讲思念，有一点点小小的哀伤这样子，但你看起来有一点快乐。然后呢，在最后的时候，你还有空调一下你的肩膀的衣服。会不会在远方？所以我会有点出戏，我会整个人没有办法投入在这个歌曲的里面。但我觉得若凡，你很棒，你镇住了你该有的样子。谢谢老师。所以恭喜你，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。谢谢老师。于小姐，今天你选择这个《阿楚姑娘》。于小姐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尊重一点。你在私下，我相信唱的比刚刚还要好。嗯，你觉得你今天表现的好吗？我觉得，因为上舞台难免会紧张，然后我可能没有平常发挥的好，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刚刚的表现已经算比较稳定了。稳定其实没有那么稳定。哦，好。在后面的时候，其实因为这首歌我听过太多人唱了，而且这首歌是我还蛮喜欢的。但是刚刚我却没有听到你对阿楚姑娘的思念。You got it? Got it. Good. 张小姐 ，You got it. 张小姐是这样。我觉得你刚刚在于小姐出场的时候，你做那个效果，那是故意的。来者是客，感觉像，哎呦哇，好强好强，就跟一个你要比方很会跳舞的人，你要跟他比，哦，真的不太会，然后开始叭叭叭叭叭叭。拜托，人家心机要你那么重啊！没有，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他，好不好？他没有这样子，对，他是真的跌倒，因为没有他看到认识的人。观众，我们要替他去做 OS 的理解。但是你不能误导观众。你不要跟我讲话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保全，保全。我在讲话，现在是我的 time。对嘛？你保全。有巨人挡在中间了。你要帮我协调一下。有保全啊。所以，但刚刚那个 Ella 老师说的对，你开口跪，你整个状态就在里头了。所以你刚刚前面你做那个，你知道效果那个，我个人觉得你是故意的，让他有点信心，你知道吗？还是等一下，若凡，还是我刚刚在你们比赛之前开口唱之前，我跟你讲那些话有了一点作用。有，你看我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。不要鼓掌，不要鼓掌，你不要邀什么功？巨人，巨人，巨人，保全，保全，保全，跟你叫他坐下来啦。其他老师还有讲评，信老师，他们讲完够了，可以快，够了够了。哦，所以您不讲评是吧？投票就好。那我说一下好了，好，那个若凡，我觉得他今天唱的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因为上一次其实若凡我已经给你我心中的 MVP。你给他来一次 MVP， 阿飞的小蝴蝶，阿飞，这是我的 MVP，MVP， 这是我的王，坐下来保全他了。我拉不中，然后被他们影响。我觉得你们今天很轻松。可是刚才在整个歌啊，我听到你的声带其实非常的自如、放松，而且你可以用你的气息带动很多的情感跟情绪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我不喜欢的，就是你最后那个最有张力的那个长音。自不醉，难免自醉。我觉得太多，但当然我相信你的情绪可能到了，你可能很激动，然后你又是第一个，我反而都觉得你第二遍歌不需要这么大力，但是。整个听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完整了，然后表现得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然后姿云的部分，因为你是今天第一首嘛，我相信一定也会有某些程度的紧张了。然后我听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蛮会唱歌的，然后我觉得你是有天赋的，正好我的感受跟 Ella 老师是一模一样，因为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的笑容是很冲突的，跟歌曲。那我个人察觉到了，
问题是更严重一点，就是我觉得你的天赋快被你用完了，你应该把正轨再回到你的天赋上面，不要想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对，谢谢，会更好，会更好。谢谢。可能因为今天我第一个上场，其实真的是自己的紧张的那个气息没有掌握得很好，但是我相信老师可能只是看到一首歌，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天赋用完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有非常多进步的空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五位老师帮我们做一个表决咯。啊，我选择若凡。恭喜若凡一票。小朱老师。张小姐。张小姐一票。 Ella 老师。若凡。若凡一票。信老师。加一。对，若凡一票。嘉怡在点便当哦。我觉得纯粹资云今天是可能第一次上舞台，真的是比较紧张一点点。那我觉得就对舞台没那么熟悉，然后你的对手今天唱的真的是蛮好的，所以我鼓励若凡。谢谢老师。恭喜若凡守住第一道防线，恭喜你，谢谢你，很棒哦。也谢谢资云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恭喜若凡，不要紧张啦，谢谢资云。